实为杜拜女网赛晋级16强。资料照美联社。记者梁伟明综合报道，总奖金10万美元约300万台币的国际网总 ITF 杜拜女网赛，快满32岁的谢淑薇顶女单第三种子光环寻求卫冕，首轮她携6-3、6-1给年仅16岁的俄国菜鸟波塔波娃 Anastasia Potapova 震撼教育，开壶晋级16强。明年元月4日就要过生日的谢淑薇，目前世界女单排名83，初登场迎战去年 ITF 轻女世界冠军室外卡参赛的俄罗斯新生代小维，展现老将经验与抗压性，双方开赛互保后率先破发，首盘顺势到手，次盘她乘胜追击，又在头尾双破彻底压制，直落二锁定胜利。谢淑薇朝连庄迈进，接下来得与27岁的瑞士老冤家沃格勒 Stefanie Fjeli 争夺8强门票。双方上回交手还是在2012年，当时小维决胜盘抢7-7败，如今有机会复仇。周二他还将与妹妹谢淑映在双打携手出局。